Scary moment will pass. I can see you in your eyes. And all my friends, they tell me they see.现在已经一点多，还是那么多人，太巧。所以他一件事不可以忘记了，就要去换钱，因为这次要去的蛮久了嘛，去一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要换多少，所以我就换一个2000马币，2000马币要在欧洲生活，因为我觉得是不够啦，可是我是只是先换一个2000，然后到那里看有需要的时候再换吧，因为我怕。 途中，因为我比较粗心一点，我怕弄不见还是什么，因为很多的费用啊，都是就是大笔的费用啊，都是可以用卡刷嘛，所以我觉得现金应该不需要带这么多现。我比较这三间哦，它的currency 哦都一样。 所以2112换到450 euro 吧。刚换好钱，准备去香格里拉 hotel 去 meet 我的 family 一起吃个晚餐。 Let's go. 我们的 booking 是六点钟的。准备跟 family 吃 dinner， 顺便庆祝一下父亲节。那谢谢香格里拉 hotel 的安排。我的 slot 是6点的，现在 stuck 在 traffic 里面，要6点。 6点22才能到，没有办法，刚刚做工完。我觉得香格里拉们很贴心，因为前几天他们有发 email 过来问，看有什么 food allergies 啊，然后他们知道我是运动员，然后在 diet 上面有 restriction， 所以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准备这些食物种种啊，所以我觉得非常的 warm。哦，对，他们还讲有准备好 surprise 给我，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非常的期待，到了再拍给你们看吧。虽然这个 traffic 很糟糕，心情也很糟糕，因为会迟到，可是不用紧。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助理给我买了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去 Europe， 然后去比赛前我都会买这些东西，因为这比赛用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哦。哦，还有这个什么？哦 ，painkiller 就这些药物他都给我准备好，非常的贴心啊，助理。水仙山800米就到，你叫我吗？ 你叫我吗？他叫我下车走路，啊！你要迟到！我要给全世界看你这个真面目。既然你这样子，这样我就，唉，算了。
我看到，哇，终于到，找一下我的家人们在哪里，哇，在那边。哇，你们迷到我很爽哦。哎，我们没有，该我，该你知道做吗？我坐车，然后 stuck in traffic， 然后我跑过来的，走路比跑车快哦。哎，我讲吗？走路比跑车快啊？哦，走路比驾车快。我的车。Yeah, thank you. No, I'm okay, I'm okay. So many people are coming. Yeah, everybody wants to see you.So you get to get thank you so much for arranging. People. Oh, I see. The rest is bigger. Let's go. Thank you. Hi. 你们要吃买一点肉的是吗？谢谢。啊。跟你讲吗？啊，他现在想吃饭要享受。我吃了，好像我很难受，也不是啦，是这样讲，我忘记了。不是，跟你讲，不是享受，是很难受。没有，我很享受。啊，可这样吃应该是不能受。哈哈哈哈哈。清真诚骗你，非常诚骗你，谢谢。这是你华人。来了，明明来了。嗯，有没有？哈哈哈哈哈。Yeah. Thank you. 说你还，你真的比较漂亮。什么东西？撩妹。竟然出撩妹，这个是 from 你 personal 还是？我个人。哦， OK， 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跟照片上面的比起来，你真的没有漂亮。Okay. 不是帅，是漂亮。来，要讲吗？你们要讲 K thanks bye 啊？啊 ，K thanks bye 一二三 ，K thanks bye。OK， 你们 supper。